周末了，孩子说又想吃黄焖鸡米饭了，这个还不好说，做这个我也算有经验了。买了三个鸡腿，清洗干净剁成块，凉水下锅，加一丢丢料酒，先焯一下水，捞出来备用。干香菇提前冷水泡发，攥干水分切块，这个香菇水留着等下有妙用。做黄焖鸡，土豆是少不了的，切成块，再搭配点青红椒，食材就准备好了。砂锅里油热了，先爆香一点葱段和姜片，加入鸡块翻炒，香菇也放进来，只需要放半包这个黄焖酱，翻炒均匀，倒入刚刚的香菇水，可以去腥增鲜，把土豆也放进来，盖上盖子炖15分钟，从锅边淋入一圈白酒，这样做出来就彻底不会发腥，而且还特别的香。时间到了，出锅前放青红椒，大火翻炒收汁，一锅香喷喷的黄焖鸡米饭就做好了，鸡肉酱香浓郁，土豆绵软，汤汁拌饭，孩子特别喜欢吃，想吃你也做给家人吧。